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闲观》。您是夜猫子吗？答案是是的，恐怕机会也蛮多的，因为现在社会形态的一个改变了，越来越晚睡觉。可是我们也听过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当然是我们要努力向前的一个意思啊。但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时间发挥到更大的一个效益啊？那还是要这个顺天应人啊，尤其要应什么人？我们人体的这生理啊，这个横轴是时间。这中间就是半夜的这个时刻啊，纵轴啊就是分泌的一个量，这是什么？褪黑激素。所以褪黑激素分泌的量，虽然年龄的一个差别有一点点，年轻的话这个分泌的量比较多一点，是蓝色的这个部分啊，年龄大一点它分泌量就会少一点，是红色的部分。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啊，基本上它都是晚上十点左右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它就是慢慢往上分泌的这个情形啊，高峰在半夜，然后慢慢的清晨该醒的时候，它就会慢慢下降，然后呼应的就是我们该生活作息啊，该有的这个动能的时候，这些这个好像踩加油的这些的荷尔蒙啊，它也会跟着增加，所以这种该休息的时候，让我们的脑部啊可以稍微沉淀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晚上，你可以想象你要对抗那样想睡觉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分泌的那样的往前推的那个动能又不够的状况之下，当然是事倍功半了。所以能不能好好把握这个节奏，生命的节奏，生理的节奏，时光的节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时间要把握，这是以前啊没有时钟的时候就靠阳光啊来判定现在是几点的一个状况啊，这个阴影可以在日晷上面去呈现，所以要把握这个时间呢、啊，在古人里面就常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话，念书很重要，更重要把握时间，就是读书不觉春已深呐、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呐、啊，这是大家都能朗朗上口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呐、啊。那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最重要是要那种投入的一个精神啊，他不觉春已深，因为他跟这个书本的一个境界或者是学习到的东西啊，让他非常非常的一个投入啊，这样的一个结果，你就不会觉得啊那是很辛苦的事情，一个一个字啊似乎都跟他抗议啊，那你就念不了多久啊啊。重点是要这个两个之间有所呼应，重点是这个内心啊，我们要有那一份希望去学习成长的那一份这种自我的一个期许，这是很重要。不过提到光阴，你可以看到刚刚讲日晷是因为它有阴影，那可以看它的一个时间啊，其实白天阳光中的变化可以让我们觉得时光的一个改变跟推移是蛮重要，这印象派画家是在这方面投入很深的、啊、譬如同样的桥，这是滑铁卢桥，那么在莫内的一个笔下，它有这么多不同的一个风貌，确实啊，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时间，它可能阳光，它可能阴影，它可能这个下雨等等的一个状况，就会让这个桥的一个风貌有所改变。所以要把握，要去抓住每一个时刻，能够觉得它都是我们要好好运用的一个光阴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形啊。提到这个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意大利画家叫贝洛托啊，这位画家他画的刚刚的那个莫内的画就有很大的不同啊，可以看得到这个桥上面的、啊、这个是威尼斯啊，可以看得到威尼斯的一个建筑。那这个桥里面呢、啊，这个运河上面呢、啊，都有这么样熙来人往的一个人群，在这样的一个贡多拉桥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小桥上面的啊，不小船上面的、啊，然后整个的一个建筑啊是非常非常的描绘的非常深刻。他后来就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啊、叫德勒斯登这个地方去啊，也是啊
巨细靡遗的把那样的，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状况，描绘的非常非常精细入微啊。德勒斯登另外一个市场的一个角落，换一个方向，一样把这个地方啊场景啊描绘的非常清楚的这个情形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八世纪的画家，可是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城市因为遭受空袭的关系被夷为平地啊，可是他画作发挥了很大作用。为什么？重建的时候用这个做蓝图啊，他们再把那个城镇呢、啊、想办法复原成原来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个人祸的一个可怕、啊、但是因为他对这个地方的一个投入，这个历史就点点滴滴成为将来去重新缅怀这一段这个人类比较平稳的一个岁月里面重要的一个蓝本建筑蓝本啊。所以绘画也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所以非常精细的把很多的一个细节呈现出来。医疗上我们更是啊很需要写实的呈现很多东西，而不是写意啊。譬如说给大家看一个这样的一个大肠镜的一个检查，您看到这样大肠镜的检查，您觉得是什么样的情形？这个似乎啊好像隐约中有一点白点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是红色的，好像是比较正常的大肠黏膜的一个组织啊。答案是不是这样子呢？因为大肠镜的检查我们知道，对于很多的一个病人，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只是有没有外观线上面的一些变化，譬如说有息肉的产生，有时候甚至于像这个个案就可以看出功能性上有它的问题点出来啊。所以也可以看到功能啊，意思就是说在蠕动过程中等等可能产生出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大肠的黏膜就像刚刚大家可以看得到比较有点粉红色，然后表面因为有黏膜的关系啊，它就会比较透明的反射的那个状况啊。然后大肠镜有不同的角度，它可以去转，它可以去看，然后它可以去做某一些操作的情形啊。所以刚刚看到的那个病人啊，那是一个四十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刚刚看的好像那个反差不是那么明显，这个对比更明显，这个有点点淡粉红色的，旁边是黑色的这个状况，那怎么会没事有这么多个点在我们的大肠，好像大肠长雀斑还是怎么样的状况，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子？其实跟大家想象中很大的差别是，这个白点这个正常，这是正常的，其他地方是不正常，其他地方是变黑的，是不正常。那为什么变黑呢？就是因为大肠这个是一个慢性便秘、严重便秘的一个病人啊，那么他为了他的便秘的问题困扰很多，所以吃了很多的泻剂啊，意思就是说软便剂的这个情形啊。这个软便剂我们分成两种，一种是吃下去以后让他的一个好像容量变多，容量变，因为我们大肠里面呢如果没有东西的时候，那当然这个粪便要排出去很困难，你给它增加一些容量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似乎它局部这个刺激以后，我们肠子就会蠕动把它这个粪便排泄出去啊。它吃这个药没有用，所以它必须要吃那些比较刺激肠子蠕动的那样的一个药物啊，才有办法把这个宿便啊给它排出去啊。所以提到这个便秘的这个状况啊，现在不只是现在，古代就是这样子啊，看起这样的一个画作不可思议啊，拿着这么大的一个桶子啊要去做这个便秘的一个处理啊，看了广场就会吓出那样的一个排便动作出来啊，很恐怖的状况。还好现在不需要，但是还是要了解为什么它造成这个慢性便秘的原因呢？最主要的情形就是因为吃了这么多的一个刺激性的一个东西啊，那大肠黏膜也跟着有一些变化，但是它这个变化不是恶性的病变的意思啊，也不是说黑就是不好的意思，而是长期这个神经受到刺激的关系啊。那么给他做这个大肠的一个摄影的时候，可以看得到他这一部分的这个肠大肠啊，也就是乙状结肠这个地方啊，它都是固定的沉在这个骨盆腔下面的地方啊，而旁边的这些大肠啊，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曲线，就表示肠子的蠕动还是不错的。但是在这里啊，因为这个整个角度的关系啊，通不过去啊。所以造成他慢性便秘的一个问题啊，这个还好大肠直肠外科的医师啊找到这个问题点以后，把局部的一个肠子啊做一点吻合的一个动作，把过长的这个东西啊把它截断以后啊，他就
这个通畅度就增加好，而不需要在上游的地方一直给它刺激的结果，这个大肠变黑的情形它也慢慢会得到改善。而且便秘问题确实很多，不过把握光阴啊，一瞬光阴一瞬间啊，还是要提醒自己感恩。您的收看，再会。